今天是2022年嗯，我的礼拜一11啊，月10号，礼拜四。好，奶奶，奶奶，今日是爸爸的生日。奶奶，今日是爸爸的生日，你有什么话要甲讲的无？奶奶，今日是爸爸的生日啦。你讲我要甲讲，我们让奶奶酝酿一下。这是保前面有爸爸的，你会当看麦。哦，这张卡片，这是保前做的，里面有爸爸的卡片。奶奶把它放下来了，奶奶放在旁边，他知道这个不是他的。奶奶，我爱你。